亮起来，太湿了，太湿了。这台冷气怎么那么大台？这跟我们客厅一样大台哦。这么大台啊？可是它上面写的数字跟这个应该不符合啊。那还要加钱呢？升级十年要加钱哦。对啊。啊，那太烂了。嗯。抢劫啊，它是全机保护还是？啊，这怎么感觉蛮烂的？哼，怎么可以？